那我怪。对啊，优先丢上去啊！你刚没丢到，你要丢到那个里面，你刚刚丢到它上面，知道吗？哎，怎么没有感觉？杰克要打对哦，还是是因为它满了？应该是因为它满了的关系吧？它满了。哎、哦欸，等一下，这边还刚刚上一波的怪啊！等一下，还没打完了哈、哦。对，难怪。我技能是好帅哦！对啊，我把你的尸体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。哎，你树上有尸体啊？啊，树上尸体，没东西。树没有什么东西。哦，好，那被你波及到的。还是在里面。哦，好。这个我是个无限吃的苹果，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，你这边蹲下，蹲下就好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你们要打吗？我这里还有个定，给你们打。不要，我要骰子。我要骰子。中间那个定捡起来。shift 的对那个祭坛点右键。哎、啊，你要来了吗？哎、啊，他进，你要进来了没进来啊？你们打，你们打。我刚感觉好多人好难打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。欸、进来了，好吧，我要打了。不要拉我。完了，都打了，都打了。我刚刚被堵到四个人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不要拉我！不要拉我！你会死！所以你们还是被拉了、哦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被设计了。我就一直飞啊！我想下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被弄了哦！哦哦！不要拉我啊！我掉下来了，好吧？哦！我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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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我发现我的奥丁之剑好像是帮你加血的。他变不要打吗？你可以打、啊，你可以不打、啊，但是他会一直招啊。嗯，他在哪里啊？一小他在哪里啊？好多看不到，好痛好痛。嗯，看不到啦。好，我要扫射了，我不管了。好啦，你扫射了，你扫射了，你扫，给你扫，给你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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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扫。啊！我把旁边没，哎呦，那我就躲在旁边没，哎呀，好难躲、哦，这弹幕看不到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开，超336滴，一下，请问这真的有伤害吗？我怎么感觉没有啊？我剩三，那个效果比较多，嘿，哦，伤害很低，嘿，打小精灵吗？我电快没了。他一直把我抛来抛去啦，不喜欢我啊！我的装备一直在升等哎、欸，所以打盖亚是好练装啊！我耍就动我，对啊，可能反击那铁柱牛会更快啊！啊，那练装的话，铁柱牛更快啊！对啊，在哪里？什么时候二阶？快了。啊、哦，死了！差不多剩四分之一的血，他就变二阶了。嗯，二阶会怎么样？他就一直招怪啊！我剩三发兵了。我出土啦！你出土啦！出来啦！啊！反团又被盖亚弄死啦！我二阶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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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天打是不是会比较好打、啊？他看火，怪拳看火，哇！所以白天打没有比较好打，他因为他看火根本不怕。他现在是要打小怪吗？锤子比较好打，就你这样就是等他招一怪一段时间，那就尽量清小怪，因为等一下会比较好打。好、哦，现在感觉怪物都会火拳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的双。哦，这怪有点多、哦，多啊多啊，多很多、哦，因为我们人多、哦。被打怪，我突然想要，我突然想用科技的力量，啊、你知道吗？被越打死了，被我扫到了，被我扫，直接说扫到。哎、啊欸，下一个，下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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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在哪里？哦，好，是吧？好。看不到他在这边，我要使用科技的力量。可是其实我没有，叫屠宰机。有用吗？屠宰机不知道，有用吗？我不知道。
要屠宰机。等一下，我的装嘞！啊啊！不行，被法器炸死。哎、欸，不是我的问题哦，这招威力很低哦。刚好团团是残血，然后你只是补最后一刀而已。对啊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掉了，进入达成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，蝙蝠够了，够了。哈，有人拿到吗？啊、没有啊，有人拿到吗？等一下，没有我的。哎呀，你真的搬过来了、欸，天啊！对啊，我搬屠宰机过来，但是我背包满了。他生气，他生气了。他生气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他再招一只吗？要吗？要吗？我没骰子啊，我没骰子嘞。骰子在谁那？我这里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骰子，我没拿到。哎，你骰子？嗯，怎么会没骰子？还是因为爆炸把东西炸掉啦、啊？但是我巫师帽啦，是炸掉吗？我看看、啊、哦，炸不掉，会推走而已啊。对吧、啊？推走，不才炸、啊。那我知道哎、欸，不是我喽，犯人不是我、這個，还好。这个太，这个死亡太精美了，太多了。你说一堆叉叉吗？对。刚刚在打龙之前，我这边叉叉也很多。我死在这边很多次。身上有盖亚魂吗？嗯，没。我刚刚死掉还没来。我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对。什么都没拿到、欸。这一次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拿到。嗯、好，那我拿原本的盖亚魂去叫。科技的力量，装反了。科技的力量装反了。装反了，不好意思。我等一下站远一点点，我不要被再拉进去了。我要去充电。对吧、欸？我这边就可以充了。你那个电很多吗？我是要 EU 哦，不是要那个哦。哦那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背包有空位有啊，刚背包有空位啊。就算没有空位，它会掉地上啊，会被别人捡走啊。可是它就是至少就大，可是我们其他都没捡到啊。对啊，大家都没看到啊，对啊。你啊，对啊，超奇怪的。来吧，你们要招的自己来招吧，我丢在这里。我手可以科技的力量啊，可以用掉两次，哎，两颗钉，一颗钉可以掉一次。这样损多少血啊？嗯、还好，对不对？刚刚大概三到四颗。八，他的效果比较多啦。盖亚魂钉呢？盖亚魂钉是我刚刚做的啊。嗯、哦，他、嗯，那是要召唤用的。哦，这召唤 OK OK。嗯，他。等他进来吧。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装备充电。我到时候这边充电站改四个好了，充比较快。嗯。哦，都快爆了，等我一下，我回去一下。检查身上谁有开硬币？不是，刚刚大家都确认过都没有。就是大家身上都没东西。对。对啊。嗯。没关系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赶快去各台看看他抓战犯。抓战犯，抓战犯。我开金币干嘛啦？我开金币也是吸收一堆废物啊。刚刚有啊，没有说就是，可是现在这个没有啊，就现在这一次没有啊。啊，我要回去拿我那把剑。对啊，刚刚是有的、啊，现在没有啊。就打第二次什么都没拿到啊。对呀、啊，第一次还有一点东西，第二次是什么都没有。我也在修装，我装也是坏的，坏了差不多。修装，大金真的很烂，画了三天都劈到哦。用大剑，就是一般生存的那把武器，用拼合做出来的。嗯哼，画了四天才专家了、啊。为什么那么慢啊？超慢。嗯，怎么会慢成这样？一只算一等，一的经验吗？太少了嘛，可是玩家打玩家拿的话就好像正常，可是用那个使用者就是不正常。不知道，对啊，要比我拿锅。感觉这个科技力量还是搬近一点好了。嗯，你有加扩增吗？我这颗电池我没有扩，不是我说屠宰机的扩增。对啊，扩大范围、啊，范围加5。最大这样我们是不是也会被打到啊？不会，屠宰机只对怪，它就是那种剃刀，对那个皮肤不会有伤害，对毛发才有伤害。我要很远的看你们打，等一下科技力量是装反了，
你又放又装反了，又装反了。盖亚死掉，特定道具会直接掉在玩家旁边，但是就没有啊，就是没看到，刚看就没有啊。好啦，你是叫我开金币细细看是不是？然后再还给他，全部都在你身上。那就他叫我附近先捞捞吸一吸、啊。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急杀时，如果在有在现场的才会拿到。没有哎、欸，可是我们在现场的也没拿到啊。哦、对啊，可是第二次的就很奇怪、啊，因为第二次都有在现场也没。不是假的，假的好想你。都没拿到。说开到还牛奶帕克去订。等一下，有人刀子有还球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直接喷吧、欸。我没有。没有，他那个应该是直接掉出来，不是用环球的吧？应该不会有环球的功能吧。那我回家再确认看看咯。嗯，我这边是有环。等下说背包那个箱子一打开，五六颗放在那边吗？那刚刚有环球的，稍微回去确认一下吧。我没有，我在家里也没看到。那就没有了。那就不是了。嗯。系统清除没有，我们不会有系统清除。靠，要在我这啦。真的是哦、啊、我刚好这个像锤子敲的吧，对不起、哦、哎来分红我来分红，哎好带过去，而且好激了，所以真的会因为环球的关系，怎么威拉克的意志，天哪 啊会不会团团你刚刚上一场也在我这啊，不知道、欸、五个而已你们等一下来看一下，其他人要去就看了谁的、哦、对啊，等一下来看一下、嗯，五个就刚好五个人啊，没有，可是上一场，刚刚那一场四个人，上一场四个人，嗯，看，我不知道，刚刚大家都有进去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上一场五个人也都到啊，虽然他读到是四个人啊，不知道他被计算到谁就是了，嗯，就看谁没有拿到道具啊，而且第一场不是团团看到我的名字，那应该是有我，可是后来没有，不是，我没有看到你名字，我是说我那时候刚刚就后来都一直在讲说是。这个东西不是我的，可能是你的哦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骰子上面我们如果不是我们的，它上面不会写说这是谁的，它只会说这不属于你而已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音乐这个，你们想要说点好听的吗？啊？哪里？龙之心你有吸到吗？什么东西？龙之心你有吸到吗？龙心我有，龙心我有吸到。那请问什么威拉克那是干嘛的？威拉克。古达威拉克的意志。哦，你绿色的那一个东西，一个小东西吗？对啊，那个是 Botania 的最后的装备强化的道具。好，分给你。哎、欸，我放箱子这边，要的来拿。去看一下有没有是我们的，就发现都不是。就按序着看啊，说属于你的就是了、啊。第二哦，有属于我的。哎、欸，你拿到不是你的东西。我没拿到东西了。哦，你说禁忌果吗？哦，你拿到我。我刚刚明明就没有按，你知道吗？啊、怎么白痴哦？有人丢出去了，谁害谁啦？寄给别人，谁的？哦，你是不是拿到箱子里面的啊？我刚刚放在箱子里面。我觉得有可能，我按到了。乱太人。哎、欸，结果我也是苹果。Apple。霍尔之戒。我快要拿三神戒，你知道吗？我应该差洛基的。三神戒你装起来，它就会变成那个，它会变成一个戒指，合起来直接合。嗯，托尔，我查一下好了。托尔的效果是，我忘吃秃了。好啊，我先把你 ban 了。哦，挖矿用的吗？采矿范围会增大。他写泰拉粉碎者等级。会变大、啊、感觉这个变会大变东西。耶、欸，我多了一条血了。嗯，啊，我再烧，我知道跑远一点。好，我不要再被拉进去了、啊。我招哦，我招哦。嗯嗯，好。是 Shift 的右键吗 ？Shift 的右键。四个。就是你们四个啊！屠宰机的力量，还有我躲在屠宰机后面，然后屠宰机无效、哦。我是觉得、欸、有用哎、欸，有效吗？有用嗎？会杀蝙蝠吗？会杀蝙蝠，它是小精灵，你放尊重。蝙蝠不见了，都被清掉了。绕着小精灵走，绕着小精灵走。屠宰机有用哦，科技的力量真优秀。你的科技不够大啦，不够大，都已经最大了。最大不是用绿宝石吗？
最大不是有到第十范围十？对啊，可是他这台机器他最大的容许就是五啊。你这科技有点烂啊。哦、那个捷克科技的捷克科技的力量放四个角落。嗯，四个角落就可以了。啊、那可能要做四台。四个科技的力量啊，是啊。四台的话就真的是可以就是刷了，就是完全不会有其他的、那個。二阶应该会好打很多啦。出怪的时候，嗯，二阶要看到他在哪出怪啊？你要刚好把你放中间，准方向，赶快准方向，拍掉，不要放上去，又反了啦！你是托比亚哦，敲炮台吗？